一步一步慢慢走哎、欸，好幸运哦！好幸运哦，真的是一步一步哎、欸。这波，白痴哦！哎呦，哇哇，不亏，不对，很亏。0000133333，不要叫我，不要叫我，麦子。为什么打电话给我？白痴哦、喔！好，哼、嗯，哼，谁打电话？我家人。哦哦，现在是状况怎么样啊？走了啦，耶、yeah, ！不要，哦、yeah, yeah, oh, 你跟着一起炸！ Oh, 哇，你比较痛，跟着一起炸！好，我要去撤，来，我要去撤。怎么有人从这里出来、啊哦我在探望你啦、啊欸、我要出去了原来是来探监的、哦、嘿嘿嘿嘿哎呦我丢两张哎啊我出来了啦那个嗯我慢慢走一下啦齁好慢慢来老灰狼倒倒给他我不想走太快啊，很可怕、啊。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干嘛？不要！阿明就说这时间不要吵我，先不要吵我，拜托。我在忙，我在没闲。不要每次讲。都跟他讲过啦、啊，可能想说十点了吧？对啊，怎么加班了？超过时间了，我应该可以叫了吧？不要就直接挂断呐！应该要懂，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啊？哎、欸，我要把神赶快请走，有没有？有没有？我每我救你，我救你，我救你，每回合扣。然后那等一下我帮你，你看可不可以先不要到商店？我没有，我想要把那个莎拉公主弄死了。哇！那我说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刚到这么自己是蛮强的。反正你这一回合，你下一回合一定会到商店啊。我先走，我先走。对对对，你下一回合一定要到商店啊。哦，啊，老灰狼妈妈家有点愤怒，一直没弄，要一个反攻号角了。等一下，沙拉狗的转向有没有？我没有那么神，我没有那么神。哎呦，存款最少是我，怎么是你？我才八，我剩下85226好吗？来洗力，沙拉，嗯，怎样？被当呢？怎样？咋啦买的？哇！啊，你都说要开战，我当然是放啊，不然开啊开啊，不然嘞，不然嘞，来，你再拿一张飞弹让你拿。好，好，让你拿。好，我走了。是，又打我多麦。好，我可以开车了。你怎么那么多我多麦啦？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已经进几台了？第四台，第五台。哦、耳朵好痒！哎呦，哎呦！啊，可是我觉得这样会伤到，不会，我会伤到没有？我只要放银行那盒，我就会伤到你哦，伤我啊！我有本钱，他有本钱，等下换我们开战了。那、啊、你放银行那一格的话，那个繁星会先走掉啊，除非我去踩到。不是啊，我只能用飞弹啊！哦，哎呦！倒霉呢！我可以把团团 end game 哎！哇，再来！来来来来来，你就 end game， 我来释放你们！哇！你换另外一边吧，你不够放了吗？啊？哦，没事没事没事，你要把我杀死了吧你？没有，哎呦，少一个人下去。
我也会痛好吗？你们三个联盟的该打起来了啊！你们敌人没了，你们敌人没了，你们该打了。可以打，我觉得第二个应该是我了吧？这钱最少，现在隐约钱，哎、欸，你跟隐约钱比较多，差不多的感觉。干嘛？打劫啊？打劫啊？拿牌啦，这个啦，拿牌啦。没有，没地产，地产只有大地而已。哎呦，痛！我、哦、这么痛了。公主、啊，你有乞丐公主啊？这边好像不会生公主，不会生乞丐吧。生公主，看一下。对啊，但好像没有啊，没看到。哎、欸，啊，哦，单机的时候有哎、欸，不然就是还没带到地图，还是要等到下一乱你的时候才出现。对，还是太还是你跑到下面去了。对，哎、欸，他在下面，他在下面。哦，有啦，有啦，还是有，还是有。哎、欸，你怎么那么惨啊？改建，啊！哦，叫一下，前面一百趴，我想要看一直狂吹吹那个好神。啊！哇，走太快了！我点到赖了，最好吃的了。我点到赖了。为什么会捡到牌？刚点到话，荧幕外面去。好好好。谁才是唯一的幸运儿呢？哇哇哇！还针对你了，你买一个还中哎、欸！你买一个还超猛哦、啊！太猛了吧！让我抢一下。你要抢什么啦？好啦，你中乐透分个钱哦。小心哦！分一下。哎呦，这个人哦，哎、欸，乐透钱没了啦！哇，哪有好一半啊？我走了。滚啊！这里啦，这里啦，放不到了，放不到啦，放不到。哦，不，哦，你好会踩哦！哎呦，这个哦，看看他什么、啊？那、土地公庙。这个啦。哎呀！土地公庙，我来啦！盖庙咯，那两间有用吗？我不知道哎、欸。好吧。怎么你也想盖啊？我有点想盖，试试看啊。有踩到再说。好。没有。浮云。耶、yeah! 哎！阿泽。哎、欸，嘿，团团，有沙拉哎、欸，给我钱，给我钱，好多哦！哎呦，前面怎么这么危险啊？你要清掉了吗？没有东西可以清啊！我不，哎呦，好了，放一放了。可是要来什么？我后面是有鬼东西吗？我怎么放不到那个后面那个、啊、鬼东西？哎呦喂！感谢礼物，我们有炸弹、欸，我没有什么、啊、炸弹，我的头面是炸弹、哦，对哦。太多了、哎，怎么这么多东西呀、啊？集很久了，超恐怖的。好啦，
换我。又来，小心哦！那个不会连锁啦，它是单独一格的啦。哇，原来是要这样子哦。没有，哎呦啦，哎呦痛啊！炸到了，没有炸到啦！哇哇，杰出的一手！哎呀，哇！大恶魔来啦，那就要变痛啦，会变痛哦，五十趴哦。哇！我要睡着了，我要任人宰割了，搞我懂嘞！哇，他拿飞弹了，一步，两步。哇！他先拿个炸弹，再拿个飞弹，还不错。我还被宰割了。生命属于我。我去拿飞弹喽！不要拿！拿到拿到炸弹！你的飞弹跟我的飞弹好像不太一样。这是地对空。走喽！哎呀，像这样坑哎！我要被宰割了，各位，可能这发就死了。哎呦，我保护你了，真的真好，我保护你了。你站得真好，你那个站位，哎呦，不是故意的，我要跑了，我要跑了，我要跑了。你那个站位，哎呀，我炸到啊！我看我要怎么炸啊？我尽量不炸到你啊！你可以炸我，没差啦。可是你在鞭尸杀那公主。乞丐没尊严啊，发射喽！自己做大鸡，哎呦！哇哇，我要倒了、欸，那么痛哦！吓死！来啊，走啦！哎呦，怎么给我这个、啊？这个没用啊！让我活久一点吧。我要先离开那边，好危险哦！等一下我们都在这里啦，大家都挤一起，不要！我、啊、给我钱了啦，请给我钱，錢了给我钱，给钱了。居然哦！哎、欸，固定的钱是不是啊？对啊，啊，因为现在四倍啊，一万四倍哦。啊，五千块。给减起啦！买了只头，哎呦，灰蛋哦！三步吗？那我也来去拿个灰蛋好了。你们两个可以先打吗？我没有东西可以打你们啊！两个强国。可以耶、欸！啊，可以怎样？你稍微弄死我！我死了，再见了各位！伤害加倍，啪啪啪啪啪！被崩了！哇，这个白哇，我被弄死了！然后再拿一个黑蛋。哎呦，凶的嘞！要该出发喽！年轻人，签下去吧。你在犹豫什么？我在想，我要自己上路呢，还是让别人帮我上路？你可以让他上路吗？不行吧。咚！哦啊！自备。他在笑哎、欸。好啦，我送你一程啦。好啦，上路吧。至少我亲自让一个人上路了。来了，我送你一程啊！上路！哦，哇哦！繁星要赢啊！没有啦，没有，现在是阿土伯，他是叫我一定要赢的意思吧？我没有，我是叫你尽量看能不能拼过他。好难啊！前面好可怕、啊！你要先度过前面的关。
你要度过你的低潮期。哇、哦，前面那一块好可怕啊！五六有就哎五还可以，六就嘿痛。一二三四五哦。现在没有加成了，现在没加成了。四步。哎，去土地公庙拜拜啊！哎呀，一二三，哇，这怎么走啊？一二三，你只有六没事，你可以先走一步啊，或二两，一或六啦，六或六，没有都有，对，一或六，你走三跟四会最痛呢、啊。对，三跟四是直接爆炸了。好了，在交界处最痛哦，遥控骰子啊。啊，你好舒服哦！那四颗恐怖哦，四颗炸下去不得了啊！真的是不得了。哇，再放一颗！哎呦，怎么又一颗啊？一步哦，自己跳的哦，一颗三万二，痛啊！好啦。这路上很危险哦，把它填满吧。哇，你要填满它了。这路上很危险哦，小心一点哦。哇，哎，这没车就是死定了啦，没车就是爆了。不会啊，这能啊？或者是你用飞弹，上面有小啊、你用飞弹把它弄掉，对吧、啊？嗯。陷害。哦。陷害。哎呦。嗯，师傅又上升哦！你们其实差蛮近的，真的。谁赢谁输还不知道，差一颗炸弹的量而已。嗯，啊，只要这边可以连锁的话，就差不多了。来吧，你干嘛？放一颗嘛。好了，我要走了。三哦，五倍一万，好贵哦。不要啦，好啦，那里很危险啦，买啦。我前面更危险啊。哦，你好，有遥控骰子。嗯。三，哎呦。有没有得解？哦，有飞弹拆，这太恐怖了，好吗？嘣嘣，全炸，炸光，至少有得解，不然就真的爆了。哇，这是哪一颗飞弹？飞弹太强了，一步。进去玩，哇！只是你没办法买，对不对？没有钱，你没钱。嗯，土地公公啊，阿杜也没钱。哇！啊，有了，有了！哇，等一下，下面是怎样？前面好可怕哦，都是神哎、欸！一个好的，两个坏的。嗯，一个是防御的啊。等一下，另外两个都啊，整那个乞丐也在刚刚沙拉公主的位置，同一个位置。OK 啦，哇，这边好精彩哦！好啦，自动了啦。哇，你扣回去了，没钱，扣掉喽，扣回去了。阿托贝啊，啊，赶快进来，赶快进来，跑起来，跑起来，中宝，中起来，中起来。恐怖、哦、四步哦！哦，飞弹！哇哦！三步！哇，你梦游了？我梦游了，我可以去尿尿了。不能动了。各位，本次路口即将开奖。这钱也太少了吧！中了我就去尿尿了。没中嘞？没中，我就不尿尿了。居然！
啊，前面的护人啊，付我钱吧。你的钱很多啊。我想要朴实无华。哦，过气了。过了我还免费。哎呦，他没有跟我说多少钱啊？两万啊。哇，在咬。哎呦，四万。我可以醒来了吗？免费卡就。我可以醒来了吗？请让我醒来，我想要翻盘。我想要翻盘。去吧。哇。哦。死了吧？没有，还应该还没。还没。还有免费。我刚刚算双面刃。哎呦，两步。不要甩到我就好。我不，狗狗，你也爱很爱狗哎、欸。哦，是啊，狗狗啊，疯狂给狗咬、欸、哇，哦，你虐过我了，你虐过我了，狗狗也太可怕了。你前面有点危险啊。赶快醒来啊！拜托啊！一步拿卡，还有救，还有救！你剩一回合，不要踩，你不要踩到六都没事。真的，我还可以猜诶、欸，太好了。对啊，你还可以用机器猜哦。三步，有人换神，你换一只神了。可是这不是掉东西吗？还是什么？掉一点点钱啊，一点点钱，哦、钱掉钱哦。另一个才是掉卡片。哦、嗯，来啊，999啊！我就不玩了，999有五倍，三七零，我就痛了。哦，这没有五倍吗？够地，不买。哦，又上升了，走了。啊，一步一哦，可以啦，非常猛。哇，一次一万二，总一万二，你每回合被扣一万二，超多。哦，真的假的？嗯。你剩四回合哦，啊，托贝啊，啊，我只剩四回合而已哦，我怕我这回合都渡不过啊，我只剩下四回合哦，哎呦，不一样嘛，哎呦，差一点哦，这时候反击脚有飞弹摸得到的话就就崩了啦，哎呦，崩哇！买啦！你看，哇，差一点，差一点就爆了，哎、太恐怖了。但是你可以，我觉得你渡得过了、哎。我觉得你渡不过了。飞弹吗？你渡不过了。啊，飞弹！先上路吧。结束。动！啊！再见了。哎、欸，黄色现在是100%胜率耶、欸。好扯哦！我刚飞弹就差一个，黄色好猛哦！黄色怎么这么厉害、啊？又是黄色，黄色。以后看谁选黄色，就代表他是赢家了。对他没赢的话，就是怪他了，有没有？对他没赢，就是他太烂了，因为运气太差了。不是游戏的问题，是玩的人的问题。对，好了，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啊！因为后面就是团团突然有找说要来玩，不然我应该今天三小时都在麦块上吧。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那我们下次见啦！我这个全破了啦，这个就是挂台挂到全破，挂网用自动模式挂到全破关的。好啦，各位拜拜。Woo-hoo!
射好神，真的厉害，一百射，好猛！我刚刚真的就是差两格，想说我只能再闪一格了，因为我知道音乐有飞弹，你接近就死定了。对啊，我就没了。船，现在都怕忘记船，船啥？我说直播记不到，就直接直播完就直接船。啊、哦，我现在不行了，如果签约开始就不行了。哎、欸，你到底还要几天啊？他是跟我讲说两天试播啊？为什么你今天也是一样？他说可以的话，就是用三天的。哦，啊，你这三天应该都有达标吧、啊？第一天就是 UH 欢乐赛嘛、嗯，观看分钟数有两万，它最低门槛是一万五、嗯。哦，那就有啦，那达标啦。对啊，第二天是昨天 Amigo 有一万五、嗯，哦，一万五千七，对，踢空。然后他就说，就这幅度有点大，他说可能还要再试播一天。他、啊、今天是一万七，哦，可以。其实前面我很担心，因为前面七点嘛。那时候的人只有 60, 你那时候不是在画画吗？人比较少一点，60到80。那时候我吓死，都吓死了。那时候大家比较固定的观看时间习惯是八点，对、嗯啊。但是昨天开到十点就有点撑不住，想睡了。嗯，没有，至少你大部分的时候拉回来了。对，还好有有过就好。我本来不是在赖群有打个字吗？我想说。赖群、啊、救救我！我本来打说对，我就